play 咩玩咩好，边度好玩，我哋去玩。香港人北上深圳，一般都系围绕住福田、罗湖同埋南山区，因为比较方便。但系今次我哋去到宝安区食一间深圳首创无家民店，营业时间开到凌晨两点，系超市形式，一人一锅嘅海鲜煲仔竹底火锅。呢间竹底火锅系喺地铁五号或者十二号线嘅灵芝站，个站听落有少少陌生，不过唔紧要，人生总有第一次。其实周边有好多大型商场，例如海亚缤纷城、一方城、欢乐港湾等等。喺灵芝站 A2 出口沿住前进一路直行，就见到兴华二路，之后左转过马路，沿住经过派出所，行多几十米就会见到大大个招牌，就是这一间一号竹火锅啦。在外面骤眼看，环境都几大，还有停车场，啱晒自己揸车过来的朋友仔。听讲每到食饭时间，火锅店劲多人。这里有大厅位置，还有包厢，可以容纳300多人啊。我们7点零钟来到，基本上都是敷晒，座位干净阔落，坐得好舒服。服务员好留意食客举动，一举手有要求帮忙或者跌咗筷子，反应都好快，即刻俾对身我，服务态度几好。呢度完全属于自在形式，好似行 supermarket 一样，自己拎购物篮，睇中边款就拎边款，完全系名厨名档模式。海鲜即场汤，牛肉即场切，可以见到新鲜程度，而且配料食材有成100种以上，就连海鲜都有20多种。呢度唔单止有火锅，还有串烧、烧烤都有得吃，自己扫 QR code 就搞定。基本上猪、牛、羊、鸡肉串烧都有，内脏、鲳鱼、海鲜、生蚝都有，完全不需要好像小朋友咁样选择。火锅是每人一锅，汤底最便宜有5元的粥底，而且可以免费续添，不够还可以加，还有15元的花椒鸡煲底、番茄锅底、冬阴功锅底同埋麻辣锅底，中意边款就揀边款。即刻出去睇下100种以上嘅配料有咩选择先。不过揀之前记住留意价钱牌，竟然连物价都开始上升嘅深圳，仲有6元一碟嘅价位，真系冇眼花。圆碟配料最平只系需要6元，长碟嘅话10元，彩碟分别系15元同埋25元，鲜肉同埋海鲜大多数就10元至25元一碟。不过有啲海鲜系需要问价，例如龙虾、象蜜蚌同埋蟹。成个海鲜缸可以见到各种海鲜，三晚跳跳闸。而唔中意档口上面放喺度嘅海鲜唔够新鲜，可以叫厨师即刻烫、即刻切，确保新鲜。海鲜区选择都几多，有生蚝、罗氏虾、九节虾、蚬类、贵妃蚌、带子、花螺、鲍鱼。呢度大部分都只系15元一碟。就喺海鲜区附近见到师傅现切牛肉，唔单止吊龙，仲有肥牛卷、牛舌、羊肉、鱼片等等嘅肉类，虾滑、鹌鹑蛋、菇类都系喺海鲜区隔篱自取噶。喺冻柜里面主要都系丸类、肠类、素菜、手工面，当然唔少得胡须鸡、扇贝、脆肉皖鱼、花胶，种类多到数唔清。想食得好啲定系食得平啲，都系你话事。好啲嘅话，全部揀晒海鲜都唔肉赤。想简简单单满足一下打边炉嘅心，就可以揀平价嘅。就连嘢饮种类都好多选择，啤酒、汽水、椰子水，清热下火，冰冻、常温都有，任君选择。每款饮品列明价钱。估唔到呢度连点心都有，不过唔好抱太大期望有蝦饺、烧卖。我哋打开睇到，大多数系蒸糕、蒸饺同埋蒸包。行咗圈，终于揀到啦，系时候出手。一碟碟放喺购物篮，真系好似 supermarket 买嘢一样。见到其他人揀到成篮都满晒，真系好似唔使钱咁，好夸张啊！揀好之后唔使去埋单，而系开餐啊，准备。等我即刻开火试下个生蚝先，肉眼睇见肥美饱满又大只，绿熟咗之后冇太大缩水，入口都算鲜甜，最重要系冇腥臭味。呢碟罗氏虾系海鲜区嚟到我哋台上面，依然跳跳扎，
放入个煲里面，记住用碟冚实，避免弹到。而虾肉属于紧实，冇霉烂。个人认为呢碟胡须鸡值得一试，$25一份，有齐鸡件、生菜同埋金菇，理论上可以悭翻一份额外拎金菇同埋生菜抵啊！胡须鸡皮薄，而且皮下脂肪少，鸡肉入口质感都几好，好嫩滑。本身中意食脆肉丸嘅我哋，试咗一份脆肉丸鱼片同埋脆肉丸鱼骨，鱼片比较多骨，反而鱼骨更加淡淡肉，又爽脆。再嚟一份圣子王，一份$15，有六隻，六熟咗之后冇腌酱嘅情况下，清清甜甜，呢、这个价位嚟讲，感觉都几抵食。虾滑反而意想唔到，有明显虾肉粒，而且爽口弹牙，而虾胶都冇软烂感，唔错啊！平时牛肉火锅一份吊龙都成$100左右，喺呢度$15一碟已经可以过口瘾，不过略嫌肉质比较硬啦。打完边度已经9:00啦，肉眼见到呢度人气仍然冇停过，入座率几乎90%。整体呢次超市式自助火锅感觉几新奇，款式多到睇到都眼花，配料新鲜选择多。在大众点评可以买到套票，上人餐最平$98，四人餐$258，按颜色碟会有指定数量可以揀。这个二人套餐除翻开平均每个人50-60，不喜欢买套餐的话就可以买$58代$100代金券，一至日都可以用，不过留意每次只可以用一张嘅咋。如果你喜欢这条片，记住 like、订阅、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，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